江上，穿过林界，流进江塘，用子弹弹出去，提供他穿上。飞鸿月光，微微照亮明月迷城。你有一项灵魂巨鬼叮当，路闯的旅人，瑰丽中彷徨，自身不知方向，心灯却将沿途绝望照亮。百合花在守护着母亲，轻轻摇晃，她回望，凝视着自己的灵柩，空空荡荡。命运啊，不容她休息，哪怕是死亡。这世上还有太多阴暗角落，罪恶肮脏，等她照亮。断终身，就是夜舍阴谋伎俩，将牺牲当作他人必要报偿。他却怀想记忆断作挥舞殿堂，那不如点燃我去把末日阻挡。世人相遇着信仰，祈求庇佑垂亮，从不思考他是否会悲伤。拥有论未必理由结局，人类希望总有时高于生命，值得他把一切赌上。他也会害怕前路竟然为之疯狂，却选择义无反顾，他往理智相反方向去守望。真实心灵模样，所有善举永远不会被遗忘。这传说已写满1307章，每一行都像抒发人不朽的爱与善良。这村民千万口中颂唱，祈祷着某日他能醒来，再将故事续上下一章。